这么早啊？昨晚睡得怎么样？挺好的。待会儿要审查了，有没有什么想法？审查？实话实说呗。我一直没问你，但是我知道你小子肯定心里有数。其实一会儿结果怎么样，我也不清楚。但我知道。 我做了一名消防员该做的事情，我也稳定了队员们的情绪。我这样做呢，不单单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可以让你安心养伤。当初吴战招你的时候，我极力反对。现在想想，我那时候太狭隘了，看东西总有局限，所以我看到的。 今天，我们针对4月30号的高层事故救援进行最终公开调查。之前，我们对个别队员进行过单独的询问，得到的答复基本统一。希望下面的询问，诸位据实回答。4月30号高层事故救援，你们谁负责指挥？我负责的。李继承，入职前。 因为参加火锅店的火灾救援，表现突出。后经过消防训练进入了消防，你觉得自己具有个人英雄主义吗？审查组同志，反对诱导式提问。我可以回答。有。那你觉得这次事件中具有？ 个人的表现因素吗？完全没有。陈建祥，如果在一个没有呼吸设备的情况下，一个人在浓烟之中，多久会导致昏迷？那要看浓烟的密度。事故中的浓烟密度，预计20秒左右。陈大俊，你们的这次事故楼层是多少？14楼层。 垂直高度是多少米？45米左右。从卧室穿过客厅到达消防通道。李希生，你们总共用了多少时间？不知道。那是什么原因，让你判断不用云梯车，而是直接抱起一个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孩子，通过浓烟去往消防通道的？ 经验，都是凭借经验参加救援的。也不是，但特殊情况除外。什么是特殊情况？如果你多犹豫1秒，就会有生命危险，这就是特殊情况。针对这次事故，我们用电脑进行模拟：一是用云梯车进行救援。 成功率是84%，二是你们的救援方式成功率36%，还是被救人员在没有任何呼吸疾病的前提下。你们是怎么模拟的？数据由技术组提供的。那技术组熟悉救援吗？他们进过火场吗？其实也可以叫技术组的人员一块过来，我们一起讨论一下救援。 请大家稍等，我们邀请技术组人员。下面就救援进行自由的讨论。我想先问一下。
你们第一次测试的这个结果是靠什么来判断的？云梯车高度、当日风力风向以及变化。由于云梯车从绿化园区升起，受到影响，无法完全接近窗口，但可以用结绳做连接，到达云梯车。还有成年男子的力量，你们是消防员，力量应该足。而且首先攀爬训练，完全足以从窗口到达云梯车，以此模拟，得出结论。 我问个题外话啊，你们平时都喜欢运动吗？当日消防电梯无法使用，从一楼爬上14楼，我们找消防员测试过，哪怕是负重，一样能完成模拟动作。你们第一个测试的结果，这成功率啊，连20%都到不了。不可能。你们呢，只是模拟了两种结果，去论证了而已。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知道 A 和 B， 但我们在火场里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需要进到火场，对周围环境第一时间感知的时间。我们需要筛选信息，做出最终解决方案的时间。我们的世界不光有 A 和 B，我们比 A 和 B 更多。结绳抛到晃动的云梯车上，可能受各方面的影响。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们这个测试就是用一个电脑确认出了一个重合点，然后把绳子一抛，这样就成功了，对吧？但我们在火场里，我们是需要时间的，我们需要时间去完成它。或许啊，受风力、风向以及各方面的影响，我们就根本完成不了。我建议啊，你们可以进火场里感受感受，体验体验，了解了解，然后再做一次。 正确的模拟结果出来，可以。沈站长，我承认，我以前确实有过个人英雄主义。如果没有他，可能现在我连消防都做不了。但凡事都会变的。我现在发现了比他更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个个人英雄主义已经从我身上彻底的消失了。我干消防呢？ 没有多长时间，我的一个站长为此奋斗了一生。我的另一位站长落了一身的伤病。我的一个好队友，把自己永远交给了人民。我的另一个好队友，选择远离家乡，远守孤岛。我相信。 还有其他非常多我们不知道的消防员，都在日夜坚守，砥砺前行着。但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后悔。范正杰，你看这小子多出息，你培养出了一个好儿子。哎呀，这小子老是跟我说这是小事儿，小事儿。行，看在他通过审查的份上，哎，我就不追究他了。嗯。 妹妹，哎，刚才那个电视里边的消防员是你女婿？哎呦，老帅了，一表人才。那当然了，不光帅气，还特别能干呢。哦，关键是对我女儿那个好啊，那个百依百顺的。哎呦，你们是没看到，那简直是那电视里唯一坐着那个最漂亮的女孩。 老婆，你怎么回来了？这不是闺女今天过生日吗？爸爸，哎，我回来了，我想你了。宝贝，想你了。来，让爸爸看看。哎呦，怎么这么瘦了呀？是不是妈妈没给吃好吃的呀？陈大俊，哎，我虐待你女儿了。当着孩子的面，别数落我了啊。 真是难得啊，这都5年了啊，你终于知道主动回来给闺女过过生日了。这回呢，我特意的多请了几天假。
好好的陪陪你们两个，好好的给闺女过过生日。真的？真的。高不高兴？高兴。闺女啊，有没有什么想吃的呀？我想吃炸鸡腿、炸薯条、喝可乐，还有……你就天天知道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没关系，你今天想吃什么，爸爸都满足你，好不好？好。老婆，去换身衣服，换件漂亮的衣服，咱们马上出发。走，跟妈妈换衣服去。好，走喽，走。根据国家地震局最新消息，此次地震震级7.5级，震源深度20千米，震中位于仙水镇，一直延伸至居安镇方圆10公里范围。根据当地政府了解的情况，截至目前尚未接到相关报警和人员伤亡情况报告，此次地震造成的伤亡情况还不清楚，但地震发生后政府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消防救援部门立即启动地震应急救援预案，调派多路消防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对当地受灾群众进行救援行动。目前怎么消防救援部去给孩子过生日，在灾区重点地区利用生命探测仪和搜救犬积极搜救被埋人员。陈大俊，这回可是你自己说的，专门请假回来给孩子过生日，很有名儿。装备物资到位，抢险救援消防车、救护车、专业抢险救援器材、各类探测监测仪器、棉大衣、帐篷，在消防救援部门指挥中心的紧急调陈大俊，这些救援中最需要的装备，这里还没通知你呢。输送到灾区，随即消防救援部门抗震救灾前线。按照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指示，在仙水镇受灾区域以学校、旅馆、于是陪孩子过生日为救援重点，还是救援第一，科学式救援策略，把握救援黄金时间，竭尽全力抢救被困人。本台记者为您报道。闺女啊，一会儿呢，你跟妈妈。你们一起去吃炸鸡腿、炸薯条，好不好？你们呢，一起过个生日，开开心心的，好不好？爸爸，你不是说跟我们一起过生日的吗？你别走。那天天还没亮，一场大范围的地震就袭击了仙水镇所在的广大地区，冲击波毁坏了道路，还造成了周围的山体坍塌。顷刻间，整座城镇都处于可能被摧毁的危险当中。根据国家地震局最新消息，此次地震震级7.5级，震源深度20千米，震中位于仙水镇，一直延伸至居安镇方圆10公里范围。我们根据当地政府了解的情况，此次地震造成的伤亡情况还不清楚，政府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宝贝，我们给爸爸录个视频好不好？好呀。来啊。老公，我在给女儿过生日呢，我们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买了个蛋糕。今天你走了之后我态度不好，你别往心里去。其实我不是不理解你，我就是希望一家三口能团团圆圆给孩子过个生日。反正就是注意安全啊。给爸爸说两句话。爸爸等你回来，蛋糕给你留一块。
爸。嗯，那你就多注意安全，我俩在家等你。同志们，这是一场战斗，一场灾难和时间的抗争。你们每个人双手代表着生命，代表着希望，代表着祖国和人民对你们的期盼，对你们的重托，对你们的信任。我们绝不能辜负，也不会辜负，一定要出色地完成这次任务，明白吗？明白。出发，交战。跟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震级7.5级，震源深度大约20公里，还有4个小时我们就将到达目的地。目前灾区缺少干净饮用水，食物也短缺，所以每人每天限量2桶泡面、1个面包、2瓶矿泉水。现在做一下统计，家中独子的请举手，未婚的请举手。好，这些人为第二梯队，负责配合，剩下的人为第一梯队，跟我深入救援。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个笔记本，现在打开，5分钟时间，把跟家人想说的话都写下来。各队员注意，救援中不能单独行动，由各班班长带领，遵守救援原则，先易后难，先轻后重，先近后远。青山镇东南5公里为仙水镇，安定消防站救援区，西南方的关桥镇和正西方的居安镇由蓝燕特勤负责，青山镇位于正北方，是我们此次任务目的地。一旦完成指定救援后，相互增援，所以在满足救援基础上，要最大限度保存体力。都听明白了吗？明白。嗯。老公，我在给女儿过生日呢。今天哪儿没去，就在家过的，挺好的。你现在应该在车上了吧？反正就是注意安全啊，然后。我在家等你回来。宝宝，跟爸爸说两句。爸爸等你回来，我也给你留一块蛋糕。嗯，真棒。你怎么不写呢？不知道写什么。我无论写什么，场景不都。那你跟我约法三章：一，保证安全；二，保证安全；第三，还是保证安全。你真跟张姐一模一样。那你保证吗？好，我给你保证，我一定注意安全。哎，老乡，这怎么都堵上了？地震导致的山体滑坡，路堵死了。
那还有没有别的路通往仙水镇啊？据我所知没有，只有这一条。老叶，指挥部传来消息，前方余震不断，道路塌陷了，这全堵上了，救援不能等啊！实在不行，就只有徒步了。我同意。设备和物资已经空投，但几个镇能见度低，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运达。这样吧，我同蓝燕抽一个班清理路障，保证后续设备进入。好。王峰，小俊到，让兄弟们带上能带走的，徒步。是。老白，哎，你一起准备吧。好。振振，待会儿进去之后，注意安全。支撑力也遭到全部破坏。吸收水量，去拿生命探测仪。好，剩下人带过去，跟我上。是是是。有生命迹象，起来，到，去拿液压机。是。救命啊！救命啊，消防员同志，你快救救我的学生！别着急，他们在哪儿？在学校。三班，留下配合李继成，剩下的人跟我去学校。是。快走！快！走！快！就在那儿。就在这儿。消防员同志，这是学校的建筑图。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一共37个，其中包括5名老师，剩下全是孩子。教学楼一共几层？一共4层，一层应该在下面。板块挤压导致一方类似塌陷，下面应该有空间。陈大俊，把现有的出口固定一下。是。是。剩下人去另外一个出口。是。里面都是多大的孩子？一楼都是2年级的，大概7、8岁，跑出来的有15人。小王一同志，救救你，一定要救他们！你放心，警察同志，驱散一下外围群众，别让他们阻碍救援。好的。没事。运用车了。
叶战，你们怎么样？安全。兄弟们怎么样？站长，大军的腿被石头砸了。秦建祥到，你带大军先走。是，我没事，服从命令。大军没事，走。你注意安全啊！绳子给我。好。妹子，怎么样？妹子，怎么样？出发前已经联系过了，老爷组织他的队员正在救援一个学校的孩子，情况很复杂，其他的就不知道了。孩子组织队员，说明他是安全的，对吧？老爷是个硬汉子，放心，走吧。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二楼，孩子应该都在下面。黄月，你去把所有的液压顶都拿过来，做一下加固，防止再次坍塌。是。西城无边，你们俩跟我下。是。快！医疗队已经全部就位，快点。收到。发现被困学生，在一楼西南角，赶紧准备。
指示救援。是。小心啊，小心点，慢点，小心，小心。哎，来了来了，哎，小心点，哎，慢点慢点，来来来来来，小心点，哎，小心，慢慢放。还有吗？来这边。慢点啊，来，小心，走，走，走，慢点。吴斌，咱们分开走，我走这边，你走那边，小心，慢点啊。消息，第三次余震来袭的时候，镇子东边的居民房又出现了大面积坍塌，我们的力量已经负荷，需要杀伤级请求支援。那就快去啊！是，注意安全，跟我走，动作快，快！下树床，哎，把孩子给我，下树床，我把你身上水泥扒开，这你别搞，先带孩子出去。你流了那么多血，我能放你一个人在这儿吗？李西城，我为什么要我自己知道？别耽误时间，快！你们每一个人，我都会救出去的。李城，吴斌，李城，吴斌，这儿。
无边的腿，无边！西城，你跟他先把孩子带出去，这有我们。是，快去！慢点，慢点，别害怕啊！来，小心，小心，小心，慢点，老师在啊，不要怕，不要怕，快快快！你真的没事吗？我真的没事儿，我不是答应过你吗？约法三章，啊，走了。根据国家地震局最新消息，此次地震震级7.5级，震源深度20千米，震中位于仙水镇，一直延伸至居安镇，方圆10公里范围。根据当地政府了解情况，截至目前尚未接到相关报警。嗯，别担心啊，西城会照顾好自己的。嗯，三地震发生后，他做的是救援工作，现在正是国家和灾区需要他的时候。是啊，灾区现在需要他们，好样的。好的，跟爸爸说两句。爸爸等你回来，我也给你留一块蛋糖。嗯，宝宝真乖。小闺女。其实就是觉得亏欠他们太多了。等这次完成了任务，我准你假，回去多陪他们几天。哎，看见真真了吗？没有，他们没跟咱们分到一片。幸好，也这么多年了。真真啊，是个好女孩啊。这回回去啊，就结婚，好好办个婚礼啊。行了，抓紧休息吧，再过一会儿我们去把西城他们踢下来。有人吗？有，我在这儿。有人吗？我在这儿。东北角发现一名老师和一名学生，请求救援。你放心，我们队员马上就把你救出去。有人吗？在这儿。怎么样了？我被卡住了。不，我在东南角发现一名老师。把老师送出去，我马上过来增援。好，来，这个腿有事吗？这个腿没事。来，慢点，慢点。
有人吗？小青，有人吗？我们在这儿。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在这儿了？那边好像还有两个孩子。放心，我去救他们。陈大俊，你带着兄弟们先把他们给救出去。是，快来。黄月到，跟我去对面。是。谢谢。别怕，小心。小心，我记住了。再去手机没信号，也不知道木头那边怎么样。看这里的情况，应该也不乐观。再坚持一会儿，慢点。哎，哪儿呢？就在那边。几个人？就那儿，有好几个人呢。求求你们了。好，你别急，赶紧把给我上，其他人抢险。是，兄弟们上。